是太阳哥哥。夏天到了，又可以吃冰冰凉凉的冰淇淋喽。那小朋友，你们知道有一种会发出“爸布爸布”声音的是什么呢？没错，就是爸布冰淇淋。现在赶快跟着太阳哥哥一起来跳这首《爸布冰淇淋》。爸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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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冰淇淋，香草、芋头、花生还有巧克力。两球三球四球叠上去，慢来慢，巴布巴布冰淇淋，巴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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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哦来哦，巴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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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好吃哦，巴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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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来一球，我最爱巴布巴布冰淇淋，巴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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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有趣，开开心心我们去买冰淇淋。吃下去，我最爱巴布巴布冰淇淋。巴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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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冰淇淋，香草、芋头、花生还有巧克力。吃下去，我最爱巴布巴布冰淇淋，我最爱巴布巴布冰淇淋。悠悠猜猜王，快来拿宝藏！耶，一起玩猜谜，完成了！嘿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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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学的新的舞蹈动作吗？当然不是，我这是闪避墨汁霹雳操。哦，闪避墨汁霹雳操。哦，霹雳！哇，这体操好酷哦！那我们一起陪海盗做一次好了。嗯，小朋友，预备起，上下左右上下。做起来都跟我一样生气耶！啊，那我们都学会了这个霹雳操，等一下输了就不用怕墨汁了，对吗？当然没问题呀、啊！你看哦，左躲啊，右闪，通通都不怕。那现在请船长给我们第一个提示吧。谢谢船长，仔细看好哦。第一个提示是身体圆圆胖胖的，意思就是要请大家猜一种。体型很大，身体又圆又胖的可爱动物哦，而且它的皮肤黑麻麻的，还很厚，跟我闪亮亮可是一点都不一样的哦。哦，皮肤又黑又厚，还胖胖，很可爱。小朋友，你们觉得这是什么动物啊？台湾黑熊。台湾黑熊。他们有答案呢，不过我再给大家一点提示哦。这种动物啊，它
它有可爱的小耳朵，还有可爱的小尾巴，以及可爱的小眼睛。是谁这么可爱啊？快动动脑筋啊！再听听第二个提示，船长，请给我们第二个提示吧。谢谢船长。大嘴巴，这种动物还有个大大的嘴巴哦。哦，可以一口把好多好多东西吃掉。但是它虽然身体胖胖的，但却可以轻轻地浮在水面上。咦，它也可以沉到水里面闭气。闭很久哦，大嘴巴的动物，我们有答案了。那电视机前面的小朋友，你猜到了吗？巴拉巴拉哔哩巴拉猜不到，巴拉巴拉哔哩巴拉猜不到，猜不到猜不到，永远猜不到。小朋友，我们一起大声说答案是什么？河马。我们的答案是河马。河马吗？请船长公布正确解答。皮肤黑黑，身体胖胖，可以在水里面闭气的大嘴巴动物就是河马。他们猜对了啦！耶，我们答对了，帮自己拍拍手。啊，大嘴巴 ！Oh no， 宝物是他们的了。怎么又失败了？真是叫人伤心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好运还是不来临，这次输得惨兮兮。哎呦！海盗们，是的，船长，接受失败的惩罚吧！是，猪猪，悠悠，嘿，哇，都闪开了！这个墨汁攻击根本就是小意思嘛！哇，人家忘记用霹雳招了！哎呦，哎，小心！我要闪，水，闪到腰，我闪亮亮了啦！我才是闪亮亮！是闪到腰了啦！哎呦，好痛啊！哎呀，哎呀！手作教室，奇异果卡片。咦 ，Kiki、念叨，你们在做什么啊 ？Kiwi 姐姐，我们想做父亲节礼物送给爸爸。对啊，可是想不到要做什么哎。有了，我们来做一张特别的卡片送给爸爸吧。卡片？对呀，现在就跟着 Kiwi 姐姐一起来做卡片吧。要准备的工具有圆规、剪刀、胶水、黑色彩色笔、立可白、咖啡色、绿色、白色色纸。首先，我们先用圆规在咖啡色的纸上画出一个大圆，接着在绿色的纸上画出一个中圆，还有小圆，在白色的纸上画出一个小圆，还有两个最小的圆。好以后，我们就用剪刀把这些圆圈圈剪下来。剪好以后，我们的材料就完成了。Kiwi 姐姐，这些圆圈圈能做成什么卡片啊？我要做奇异果的卡片哦。哇哦 ，Kiwi 姐姐，快教教我们吧！首先，把两个最小的圆圈粘在咖啡色的纸上面，接着用黑色的彩色笔画两条弧线。把绿色的纸剪成一半，粘在下面。你们看，是我哎。对呀，接着把它转到背面，把绿色的纸贴在中间，
再把白色的纸贴在上面，接着用立可白画出八条白色的线，再用黑色的彩色笔在白色的线中间画出点点。江江完成了！哇哦，真的变成奇异果了耶！对呀，把祝福的话写在中间，祝爸爸天天都 happy 哟！大家都会做奇异果卡片了吗？快把卡片送给你喜欢的人，让他们每一天都元气满分，健康快乐哦！创意手作教室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！暖和和的太阳把游乐园照亮。I'm happy 来玩耍，心情真是 biang biang biang。和动物做朋友，来一首模拟慢播。鸭子敲敲敲，肚子跳跳跳，小猫喵喵喵，开心你就一起叫叫叫。和风一起散步，脸上微笑嘟噜噜。勾一勾手指头，唱唱跳跳 rock and roll。彩虹的约定，因为爱就是我的 family。小朋友，你们喜欢今天的节目吗？希望你们每天都可以开开心心的哦。又点点名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订阅键，看到更多最精彩的卡通哦！除了订阅我们，